这是咸蛋，我还要是不吃的那个。任何能买的东西 ，Shopee 都有。还差6毛，还差6块，还没有还钱。这个是阿鱼送给我的。就是 Brandon 他讲过，他很喜欢这东西，可是 KL 买不到。麻婆买到。东西是麻婆买到KL。哎，重点我要解释，我家要跟生日就有了。难买不代表没有的买。真的。任何难买的东西 ，Shopee 都有。全部都是。2022年很旺。很旺。接下来一天，追一下不然。结果你的风扇。所以你现在想要？66块钱。66块钱。66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是他的礼物。跟你们不喜欢，但是他一定很喜欢，这个礼物真的。所以呢，他也跟我这样说，你很肯定喜欢。什么的。OK，这个。你讲的什么是？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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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你说 Luna Love Glue， 你的幸运，这一辈子的幸运就用在这个。什么？这是咸蛋，我还要是不吃了那个。那时候我们送那个鸡蛋，他讲不够高宽了的，我买一个很贵的。咸鸭巴掌上脸，我还不吃咸鸭蛋。过年过节送人家咸鸭蛋。人家吃粥不是放咸蛋的，给我自己，可是我不舍得，我买给他好吗？你穿室内头吗？没有。毕老是做室内设计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室内头很适合做一个室内设计。不是叫室内就一样了。这个是室内的，室内的旺旺，室内的公仔。哇，用包子水的，小型的这个水袋。二楼三，你不是下来装水？送我的酒，酒水。你看，还不要点钱数，还要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装满。这个4.5 liter， OK， 可以喝很久。好嘛，你就可以这样加杯。行，我估计50米不到。喝水。冲凉嘛，不要啊！哪里来你老的哎呀，你红白。好吧，我这个是我托丹尼万买来送给你的哦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啊 ，so happy 呀！真的，我忘记我的。生日快乐，百轩！生日快乐！在这个 moment， 在这个 moment 还是我买给你。还没有还钱。在这个部分是我买给你，是我买给你呀呀呀！不写，我们刚才在那边聊天聊了半个小时，你还没有搞定？我还没有装完。